啊，我为世人求，求什么呢？求化解冲突，求社会安定，求世界和平，啊，求我们居住的地球健康，不要出毛病。啊，会不会应呢？会。问题，我们居住在地球上人，如果像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，啊，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，从今而后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应了。啊，诸佛菩萨、古今圣哲都这个说法。啊，连美国的科学家也是这个说法。回头是岸，不要依靠别人。从我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从我这个小团体做起就行了。用真诚恭敬心去做，啊，认真正学习，还原观上讲的四德，随缘妙用啊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注意功德两个字，啊，功德是。不着相是功德，着相是福德。啊，不着相啊，随缘妙用是随缘不着相。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不着四相，不着四境。啊，随缘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这样随缘就对了。啊，把古今圣哲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威仪有则。啊，这个则是原则，是个标准。我们把标准做到，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，这个标准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！啊，还没有让别人感动，是我们做到的不够。啊，我们做的到位了。一般人就会有感动。
啊，善根深厚的人先感动。啊，善根比较轻一点是他后感动。我们不能瞧不起鸟兽，不能瞧不起花草树木。为什么？有些时候他们比人感觉还敏锐，人没有感动，他们感动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们感动了，我们就知道天地鬼神有感动。